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嘅 video 咧就系12蚊店铺啦，咁样，咁我就买咗呢啲架咧，摆咗啲扭蛋啦，咁就买咗10个，好似如果冇记错的话，系啦，咁我呢啲我阵间先执啦，因为费事太长，咁我执好咗先影俾你哋睇，咁我呢个影咗10个，应该冇记错的话，就系啦，嗯。因為現在我在伊朗度翻工啦，即係唔再喺 Miniso 啦，咁所以就咁樣。另外，即係因為我就嚟生日啦，即係10月30日生日啦，咁我就買咗2个蠟燭，跟住25嘅，係因為我今年25啦，冇錯。跟住就買咗2支係洗禮服，即係 for 女士生理期。如果即係唔假設整污糟咗個底褲咧。聽啲人講話呢隻好用嘅，咁我就即管買一個試用啦，一個試啤啦，咁樣係啦。跟住咧有啲同埋2個護膝，因為踩單車啦，我之前就踩到車踩得好嚴重啦，咁我又等唔切淘寶啦，因為雖然冇喺淘寶買啦，咁我就買咗2個護膝咁樣啦。跟住買咗貼紙，Toy Story 嘅，咁我之前都買過噶啦，好中意，好彩佢翻咗，可以買多2張。另外咧就是、湊單嘅，因為我諗住，因為如果10送2啊嘛，10送2，如果買廿，如果就揀唔夠24樣咧，就冇，即係唔會送4樣俾你啊嘛。咁我就買咗2個 B B 用嘅濕紙巾啦，係啊，就80張嘅，但都幾厚的，係啊。咁其實都幾好用啦，咁樣係啊。另外咧，真係又係搭單嘅棉花糖，係啦。咁我而家就試下執我後面間嗰個櫃先。如果執完之後話俾大家聽係點樣？經過幾經辛苦咧，就已經執好曬啦，叫做。可以見到曬所有嘅扭蛋啊，擺設啊咁樣啦，咁呢邊就係咁樣咯喎，而呢邊咧就咁樣啦，係啊，的確多咗啲位嘅，係啦，係啊，咁今日嘅 video 就去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呢個嘅12蚊店鋪啦，係啦，希望大家中意，拜拜。